一字排开高唱，奔放奔放，魅力依旧。民歌四十三高峰会三号在台北小巨蛋热闹登场。经典歌曲《木棉道》，听得现场如痴如醉，所有歌迷们都跟着拍手合唱。王梦玲、杨耀东、叶嘉修三人合体唱起《王老先生有快递》，吹口琴、拿三角铁，还有拉小提琴，将还是老的辣 hold 住全场。三个人还在台上互馈对方。想说有一天我也来个生蚝，跟大家可以平起平坐，所以我也给我自己取了一个称呼，哦，叫民歌天王。老朋友开玩笑逗得现场哈哈大笑，十四位民歌歌手轮番上阵，和现场超过8000多名的粉丝度过美好的民歌夜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